连我嘛感觉着了，是金鱼。想袂到伊的亲自找上门来，主人可要将众人？那这里也是多劳无功。金马丁为秀菩提不修定，求诸青山无边岸，早勤去修素习心。贵客来到还珠楼，文宏有失欢迎。你是文宏，也是真飘渺。你所见是文宏，也是真飘渺。两者该不是？那天界无用，烟雾下用，一百字能代表你吗？不能。现在临别再问一次，是文宏也是人飘渺？还珠楼之内，天监面露一抹秋水不平，不协鸿蒙兵妖，有为天下地监之争，是何在此修轮胜负？红袖老爷暗拔高翼，天修又将面临怎样的危境？不也将何总管献身？明秋眼的选择是何令落花水烟中的处境雪上加霜？小五族两人族长郭毛受降，这场生死之斗会将苗疆内部陷入怎样的动荡？欲知详情，请继续观赏《金宫以九界之至神录》第六集。暗局多风云，剑神会无伤。